嗨，我们英语熊猫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记得汤丽雀目前的位置呢在明月居哦。我们知道明月居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呢这个山茶花的一个庄园，那当中呢有明月居的这个博物馆哦。那明月居的博物馆呢，大家能够看得到，要非常感恩呢我们创办人房春龙，我们的房先生你好，你好，董事长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谢谢。董事长今年几岁了？66岁。66岁哈、哦，那我们知道呢，这个我们明月居博物馆哈、哦，里面有很珍贵的这一个我们的三星堆，那请问里面有文物有多少件？有上万件。有上万件的文物，对，哦，三千多200多件，哦，是这样子，哦，所以里面的话有上万件的文物，但是三星堆有200多件，对，哦，那我们这200多件的三星堆，它是怎么来的呢？是30年前买的，30年前买的，那请问这个三星堆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？4000至5000年。哇，有4000-5000年之久了哦。那三星堆呢？它呢对我们中国历史来讲是非常重要。为什么它非常重要呢？因为它是开创中国人的始祖。哦，开发我们中国人的始祖。是，那请问董事长哈、哦，在我们的台北故宫博物馆，可以观众看得到三星堆吗？完全没有，是完全看不到，一件都没有。哇！但是我们董事长在明月居博物馆，我们有200多件，那为什么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件都看不到呢？因为现在当前的政府抗中哦，嗯，所以的话就在台湾就看不到。对，是。那我们知道你也投资了很多的钱哈、哦，这个精神，然后才成立这个明月居博物馆。这个大概投资多少经费在里面？完全忘记了。完全忘记了，真的是太多了哦，真的是太多了啊、哦。那你想透过我们明月居博物馆，对不对？对。要告诉我们后代子孙一些什么观念？我要告诉后代子孙要。知道我们的来源从何而来，嗯，知道我们的来源是来自哪里就对了。对，哇，这份中国人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来源，这个很重要。那我们知道您的珍藏里面有一件非常的特别哦，它呢有号称呢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叫做老周嘛，老周嘛，老祖母了哦。哎，以前。中国是母系社会，是是哦，中国以前是母系社会，对，哦，所以中国人的老周嘛，啊、哦，那一件作品的话呢，这个时间大概多久了？已经不可考，已经不可考哦，大概会有5000年吧。对，是是是，哇，这个叫中国人的老周嘛，哈、哦，真的太棒了哈、哦。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。这200多件的三星堆，对不对哈？它的资料都是以什么为主？青铜跟玉组合而成。青铜跟玉组合而成。哦，那如果我们观众朋友呢，对这个三星堆的这个收藏也有兴趣，那董事长可以割爱吗？可以跟你联络割爱吗？可以联络。可以联络看看吗？哈。这个还是要有缘人的、啊、因为这些是宝贝、哦、对，好棒哦，真的。那我们再次谢谢董事长接受我们英语熊猫的独家采访，谢谢你喽、哦、谢谢我们英语熊猫，下次见了，拜拜拜拜。